三部曲虐心灵场面。你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放开我，任何人任何事物都能够成为你抛弃我的理由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李阳，我说的句句真心。滚，怎么我真的受不了，已经两次了，不想再有第三次了。你这次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耀，如果你不哭，你干什么？